林真，然后我们这个是钓虾达人 Tim 哥。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钓这么多虾子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？Tim 哥要怎么样烤才好吃？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用盐烤的部分。盐烤。对，盐烤的部分就很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烤虾。Tim 哥，那这个虾子要怎么洗会让它比较干净？一般钓虾场的话，它都会放一些色素或者是涂粉啦。那基本上我比较建议，就是说你起来的话，一定要全部都冲洗过。那我个人的习惯是，我会先让它把水放满，他们会有这种桶子，那我会把水放满，让它泡一下，然后顺便让它把那个沙子都吐出来。对。那泡多久？大概泡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对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在做烤虾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就是脚跟它的须须全部都要剪掉哦，对，这是比较一般的方法，一般的那个做法就是像这样子，这样就 OK 了。有比较进阶的话，有些人想要吃比较干净的，那他就会把他的那个胃囊剪掉。那胃囊剪掉的话，就是要从头这边45度角剪下去，他的胃囊就跑出来了。这个部分就是脏的地方，这地方就是不能吃的地方，我们把这地方剃掉。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它里面的膏，好，然后再冲一下，基本上这样是最干净的吃法，对，这样是最干净的吃法。因为有些人吃虾会过敏，就是因为吃到它那个胃囊，所以就过敏，因为它里面是一些脏的东西，对，所以会过敏，就是都吃到胃囊。那基本上你只要做这样处理的话，它就不会吃到胃囊，那吃下也不会，就是不会有那种过敏的反应。好，我们现在每一只虾呢，我们都清洁完了，那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抹盐。对，那基本上一般钓虾场都会提供这种细盐嘛，哈。那像我们都剪好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，我的习惯是这样子，因为对均匀的撒上去，因为你抹太多也没用，到时候吃的时候会弄得满手都是盐。就是撒的时候要转面吗？对，要转面，它每面都要有。完了，下一步骤呢？就是烤虾。虾。对。那这个有需要那个先预热吗？这种烤炉是不用这种。对，它这个加热非常快，就直接打开就可以了。对，打开就可以了。因为它这个很烫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摆好，然后再把瓦斯炉打开。要怎么摆啊？是要让它横着烫吗？还是要站？一般我都是先让它横着烫。那其实烤虾，烤这种泰国虾的有个诀窍，很简单。我把它分四个面，好，上，好，下，左右，我四个面全部都烤成红色的。好，我先烤这一面，这一面烤完之后红的时候再换这一面，然后烤完之后再换这一面，最后再烤肚子这一面，四个面都烤红了就可以吃了。那也不能烤太久，因为烤太久的话，它的肉会变得比较柴。那一般钓虾场这都是可调式的上下，那我的习惯是我会开到最大火，然后把它放在最下面，千万不要把它调上去，调上去之后它很快就那个烧焦了。对，所以那一根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它是调上下，调整下的。对。大概以这种火力，差不多一个面，差不多是将近7-8分钟吧。对。对，一面7-8分钟，再换另外一面。对，其实时间不一定，因为它每个虾体大小不一定，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在算时间，我就是看它红变红之后我就翻面。好，一般像烤酱是最漂亮的，它都没有焦部分，然后四面都红的，然后你看它虾膏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刚好从这地方。我们这样剪有个好处是，有些女人喜欢吃虾头虾膏的部分，它这样就可以直接从那边吸了。它不用再去那个，就不用剥开，因为有的时候剥开比较难去吸到那个虾膏。对，哇，你看现在虾子全部都烤好了，看起来超级好吃的，每一只都超金黄的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那Tim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说，吃这个虾子有没有什么顺序会让它整个比较顺畅？像我们这种剪法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会先从虾膏开始吃。对，那这个地方因为都剪好了嘛，所以我们直接会从这边开始先吸这个地方。直接这样咬？对对，没有，直接这样吸。吸。对，直接把虾膏吸出来。对。然后虾膏吸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把头剥下来，直接用转的，我的剥法是这样，转的，对，直接用转的，这样子方向转，对，直接转。那身体要抓着吗？身体抓着，然后直接这样转，转动它。哦。对。有了。有。然后转出来。哇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竹签拿掉。那像我们，因为我们这样烤的比较刚好，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太难剥。从头，对，从头剥，你看有没有，它都没有粘住壳。如果你烤得太柴的时候，它的肉就会粘住它的虾壳，那你剥的话它就会支离破碎，而且很柴，就比较不好剥。你像我们这个剥起来里面都是，对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而且都很看起来就是很 juicy， 好吃，对不对？这样烤刚好。好吃。
来钓虾场钓虾，就是一定要吃烤虾，烤虾才是最好吃的，可以吃它的原味。好，所以刚刚 Tim 哥示范都会了吗？第一个诀窍就是先吸一下它的虾膏，然后呢，再扶着这个身体，然后头往内转，对，往内转，转下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剥下来了。你其实你只要掌握这个烤的温度，就是让它这个不要太烧焦，就会很好剥了。对，没错。Okay, 所以大家都学会了吗？